吴忠友被移交拘留所吗？警察告诉我调查结果，吴忠友确实是看到法卫在线的资料才联系我的，但是这个资料不是从网站上看到的，是有人给他的。于田，莫子欣跟老刘也分别查出了打给德语办的举报电话，还有造谣者的 IP 地址，也是于田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跟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针对我是为什么呀？从另一方面上讲，那你说我们俩在辩论队里是上下级，没有什么冲突啊，那是情感动机。不是他，我咱俩我他吃醋喜欢我，这我觉得不大可能，毕竟我跟他不是特别的熟，他只是辅导过我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在辩论赛的时候，但是他女朋友他是因为喜欢我而不是你。哟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今天辩论赛我一队友给我的情书，他给我夹资料里了，挺受欢迎的。反正我会退回去。这个给你，那个我就先走了。所以是李崇文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给他夹在资料里面递情书的人也是雨田。姐姐，我有办法。一大周末约我出来是见不得人吗？哎，自己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有你讨厌我的权利，但是把我介绍给骗子，在网上散布谣言，举报平时并肩作战的队友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就不怕他们背上处分啊？警察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只是把你的联络方式给了吴忠友，我并没有让他伤害你。我以为你顶多就是赶不上演出和陆行吵吵架，哪晓得他会动歪脑筋。况且法不责众，就算大家被教导处的逮到，受处分的还是你这个带头人。你想保住你申请市三好的资格就拖大家下水啊？你要真关心大家，就不该把他们牵扯进来，这辩论队他不是你的后宫。我不撤销申请是因为我不是小偷，我值得这份荣誉。他们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，他们了解我，他们把我当朋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使你网上留言写的再凶，这件事情闹得再大，该相信我的人还是会站在我身边。他们被你骗，我不会被你骗。不是你是谁？不是你为什么不追究呢？你当我是傻子？我不追究，老刘不追究，是因为我们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。我实话跟你说了，偷玉佩的根本不是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同学。辩论队是全校最团结的社团，这是我大一进队的时候你跟我说的。不管谁出了问题，队里其他的人都责无旁贷。如果今天别人被流言所围绕，我也会挺身而出的。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